少年强则国强，你以为我推广青少年羽毛球是跟你们开玩笑的吗？这一次又花了我十几个 W， 我们冠名了一场金楚之星湖北省秋季羽毛球邀请赛，不仅限于湖北省，旁边有江西的，有河南的，有安徽的小朋友都来参加了。我组织比赛超个十几个 W 毛都没有，但是我很愿意干，因为我可以给报名的五六百个小朋友都给他们送上咱们强无敌的祝福和我们的 slogan， 同时也为这一次获得好成绩的小朋友们也送上咱们底信的礼物。你看，有底信楚英雄啊，有这个湖北银行，下面这一帮，这是真正的在为了基层羽毛球去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基层从业者，我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需要我们去帮他们去多举办这样的比赛啊，多去让他们孩子有锻炼的机会，这样羽毛球产业才能越来越好。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允许我代表主办方感谢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提供这么好的比赛场地，感谢湖北省羽协对于这次比赛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感谢此次的工作人员。当我得知这一次的裁判员的配置堪比全国锦标赛的时候，我深深地为各位小朋友感到开心，因为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共同见证这一次底信金楚之星青少年羽毛球秋季邀请赛，让我们能够一起弘扬羽毛球这项充满激情、充满活力的运动。